第一次的盛世，我们准备了相当丰富的一个仪阵哦。除了我们刚刚看到的南北馆，还有我们的韩国的南辣以外，之后还有我们的钢管辣妹，之后还有我们后面哦，陆续会来到我们盘前的那个一些仪阵。那在这边也跟你们想说辛苦哦，感谢你们这一次哦，为了我们这一次新装我们的一个大型的家庭玩具。Thank you.
胜龙堂的观将手，现在由我们全台白龙安卢姓正贤堂我们的总顾问王玉崇王总顾问来进行接驾。王崇玉，感谢我们的圣龙堂，那也祝我们的圣龙堂香火鼎盛，信徒满天下。再一次感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谢谢我们的圣龙堂观将手，大家辛苦了，感恩谢谢你们。在这边也代表我们总卢主坛的卢主，之后跟我们卢姓正贤堂的堂主，再一次谢谢你们，感恩感恩。谢谢你们。